今年啊，云林县政府跟南投林管处啊，选择在3月23号啊，就是上午10点半啊，在农博的预定地湖尾的地方要举办这个活动。这两年啊，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台湾地区来讲，云林县所推动的造林啊，是最好的一个成果啊。这个在苏县长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推动之下，所以再过未来的云林县，我相信这些整个云林县境啊，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优美的环境。12月25日开始，2018年，农博是云林县的创举，也是全国的创举。这都是我们县长苏志文的大力的，有这个胆魄可以。要推广这个，虽然在很多资源的缺乏之中，补助也很少，可是我们还是坚持到底啊！一定在今年12月25日的农博，要在一定推行，而且希望全国的同胞能够来昆明来参观云林县所推办这个农博。今天记者会是竹树节的记者会，是希望说在3月23号上午10点开始在农博主题馆也后卫所在哈，要办理这个植树节。植树造林，呵护台湾，相约3、2、3。